今天上午9点钟，这些地方首长们接待了慰问品，先后到信义区申奥坑、安乐区中和里以及七堵区堵北地区，向这些为农民们义务帮忙的国军战士表示诚挚的谢意。从7月份开始，第一批稻作在基隆进入了收割季节，因为农家人手不足，所以驻军们出动了官兵500人次帮助他们收割，并且不接受任何招待。